今天我们抓获你的时候，你身上有什么东西？有枪。枪几支？一支。一支什么枪？54。一支54。M20。对。然后有多少子弹？身上反正有一二三个四个五个弹夹，就是57、35。五个弹夹啊，35、30，可能是35到36发子弹吧。你手提包里还有什么东西？包里有10个弹和子弹。如果悍匪要论排名的话，他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从1993年到2000年期间，张军等人先后在数省市流窜，犯案22起，致死致伤50余人，累计抢劫财物高达人民币600余万，非法购买各类枪支、子弹及手榴弹，犯罪性质极其恶劣，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刑事第一案。那么这个张军究竟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？他的结局又如何呢？感兴趣的朋友们还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2000年9月19日，在数省市流窜多时，致死致伤50余人的中国第一悍匪张军，被前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踩在脚下。文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正是有了这个丰功伟绩，才成功让文强一战成名。不想不久后，文强也步入了两者的后尘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张军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鲜少有人了解他年少时的经历。1966年8月5日，张军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花林村。花林村是一个落后的贫穷山村。早年张军的母亲为前夫生了6个孩子，可由于感情不和，两人最终离婚。后来张军的母亲嫁给了张军的父亲，并生下了张军。张军在家中排行老七，即便是家中年龄最小的，可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了，张军也整日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。那时小小的张军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吃饱穿暖。可不幸的家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不幸。在张军12岁那年，他的母亲被诊断出了子宫癌。在那个年代，得了这个病的人只能等死，更何况是家中本就不富裕的张家。自从得了这个病，张军的母亲便整日卧床不起。看着母亲病殃殃的样子，张军十分心疼母亲，知道母亲一直想喝一碗肉丸汤，于是张军开始默默地攒钱。可一学期过去也只攒了5角钱，他来到离家30里外的镇上买了点碎肉，回来给母亲做了一碗肉丸汤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张军的母亲还是在2年后去世了。母亲的离开让张军觉得天仿佛塌了，这么久以来支撑他的信念也没了，他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希望，从此便开始自甘堕落。在家躺着无聊了，张军就会漫无目的地来到大街上闲逛。就在这时，他结识了几个混混，在他们的带领下参加了一些活动。在对方的引导下，张军更加无心学习。刚上高中的张军便辍学回家，整日以打架斗殴来消磨时间。没想到打着打着逐渐打出了名气，成为了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地痞混混。小有名气的张军充满成就感，逐渐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。中国第一悍匪张军犯案22起，致死致伤50余人，被判死刑时一脸冷漠。后来打架已经满足不了他的猎奇心，他开始寻求新的刺激。思虑再三，他决定抢劫。张军找到了昔日的好友，两人一起商量干票大的。93年的某天深夜，二人蒙着面来到百货商店。这家店他们已经踩好了点，只有女人没有男人，于是他们以问路为由来到店内。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时，掏出枪一脸凶相的让对方交出钱财。谁知对方也没顺着他们，想要将两人关在门外。愤怒的张军对着里面就是2枪，一枪击中了女子，一枪击中了同伙的腿部。见情况不妙，两人逃了出来。由于同伙伤势严重，失血较多，需要及时送往医院。可张军担心事情暴露不肯去，便将其带至河边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锤子疯狂地砸向对方。事后他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更加兴奋。之后他逃亡到湖南的一个县，过程中又开枪打死一人。这次之后，杀人成为了家常便饭。他一路来到了云南，结识了第一个情妇严敏。在严敏的帮助下，张军有了真正的枪支。从那之后，严敏开始跟着张军抢劫。1995年1月，张军和严敏在重庆抢劫过程中还持枪打死一人。后来张军谋划了一场大动作，可惜自己人手不够，于是他来到了一个婚姻介绍所，想再找一个死心塌地为自己的女性。于是在这里他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个情妇秦直娣。很快秦直娣在张军的花言巧语下沦陷，
张军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天，几人来到重庆友谊商店的一家新店，准备实施抢劫，过程中开枪打死一人，抢到价值几十万的金饰。后来张军还伙同秦直弼策划了武汉广场杀人案，而要数张军团伙性质最恶劣的案件，还得数常德91特大持枪抢劫案。2001年9月1日，一辆装有200万巨款的运钞车来到某银行营业点门外，就在双方工作人员下车交接时，人群中窜出三个蒙面歹徒，随后五人倒在血泊之中。接着负责把风的歹徒朝出租车司机开枪，过程中一位过路市民也当场丧命。抢得出租车后，四人立马驾车逃窜，中途又开枪击伤四人，撞伤一人。就在警方对现场勘查时，常德市60公里外河堤上发现可疑车辆，车内血淋淋一片，在出租车后备箱内发现司机王某的尸体。可是事情并没完，在河堤上警方又发现两处新土堆，映入眼帘的是三具尸体。后经证实，其中两具是2000年8月15日失踪的某银行行长，另一具身份不明。一天之内发生三起恶性杀人案，且被害人数高达11人，这在我国乃至世界都是骇人听闻的。中国第一悍匪张军犯案22起，致死致伤50余人，被判死刑时一脸冷漠。此时的张军团伙也知道自己闹大了，于是他们通过新闻得知抓捕进度，为了更好躲过追捕，张军团伙决定分头行动。由于这次的案件性质恶劣，湖南省委对此非常重视，要求以最快速度抓捕张军团伙。全省的公安力量迅速出动，经过警方的多处走访，不久后在市区抓获了张军的团伙子女。很快根据对方的供词，警方找到了张军几个情妇的所在处，在其中一处情妇所居住的房屋内，警方搜查后缴获了手枪、长枪十余支，弹药共1600多发，甚至还有大量手榴弹。这些装备让武警部队看了都啧舌，这不妥妥的一个军火库。在张军的情妇落网之后，警方接着便是顺藤摸瓜，想要借机找出张军的下落。最终对方交代了张军逃跑的大致方向，很快警方掌握了张军的动向，于是警方立即前去秘密埋伏，等待目标的出现。随后一名手持提包的可疑女子出现在警方视线，几分钟后一名壮年男人与女子接头，抓捕人员随即一拥而上，将嫌疑人当场抓捕。事后证实此人正是张军，这一切对他来说太过意外，他曾想过多种覆灭的方式，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警方捕捉。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，张军团伙其余七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。经过审判，八名主要成员被判处死刑，并于2001年5月20日执行。